人生何必贪嗔痴，人间名利谁能知，此心常在禅定中，红尘解脱在仙空。我们现代人言行不一，在五欲六尘当中妄想颠倒，现在的人他们砍了树做成了纸，但是在纸上却写着爱恨分明，他们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在卡拉 OK 里，他们却唱着父亲你辛苦，他们每天活在欲望当中，什么都想要，但是嘴巴上说我无所谓。很多年轻女孩子每天和很多的男孩子在暧昧，却说着世界上没有一个好男人。你们爱鼓掌就鼓掌，很多人用辛苦挣来的钱换成了烟再烧了，换成了酒喝醉了又吐出来了，才说钱难挣。有的朋友在你困难的时候他借给你钱，朋友需要钱的时候他要你还钱的时候，你却说他不够朋友。所以学佛人要学会干净，干净是人最大的福气，干净我们就不会去贪。所以学佛人一切应该是干净的，无论是你的面容衣服，还是你的心灵，还是你的思维，干净看似容易，做起来很难，看似没有用，却能影响你的一生。所以人要干净，思维才会干净。我们广结善缘的人，是因为你干净了，大家才会跟你交朋友。你贪嗔痴慢疑多的人，没有一个人喜欢的。所以干净能够广结善缘，能够广结善缘的人，就会有了团圆。有了团圆的人，才会有团圆。所以夫妻之间呢，也要干净。所以有很多的小夫妻相互动小脑筋，骗来骗去。那么有一个儿子拿了一张破纸，他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有一张藏宝图，我送给你，你给我10块钱，好吧？”妈妈说：“拿过来，你看。”这不是咱们家的吗？这个画不是咱们家的吗？那怎么叫藏宝图啊？你还问我要10块钱？孩子说：“妈妈，你看看，用红笔画的地方吧。”妈妈，你看，刷在地上，桌子腿底下。妈妈明白，赶紧跟儿子说：“哎，那啥，宝贝，我给你50块。”知道这张藏宝图是什么吗？就是他爸爸把4房钱藏的地方，被他儿子发现了。所以有时候人管住私心一省力，做什么事情我们做人要全心全意，帮助别人全心全意，解脱自己也是全心全意，拜佛也是全心全意。所以做人学佛都要求的。你看一个能够为众生付出的人，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，都是全心全意。所以也全心全意要为人民服务。我们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菩萨知道，所以经常忏悔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。
你们想想看，一个人永远有道理，永远不肯说自己错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会说，只有经常承认自己错，经常承认。越有本事的人越要谦虚，要有慈悲心，你才能够观世音菩萨的气场至上。所以人要学会克制。我们人的一生成功与否，其实就是靠你的毅力，时时刻刻的防止自己中计，经常想到，只要一个念头，就能让自己轮回，就不会再去中计。所以要懂得不中因，那就会怕苦，因为要知道菩萨怕因。把众生为本，因为人总是先去做，然后有果报来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是先做，不感觉什么东西，然后果报到了。而菩萨在做一件事情之前，已经想到这会有什么后果，所以